他是我们团队最有义气、讲话最实在、最美的静芳。静芳他来自于台湾的高雄，是一名服务员。我在两年后其实就有他过一次的见面，但从没有想过现在的我们竟然可以如此的有缘分，一起来到凯利，在这边一起学习共事。他在我眼里是一个非常豪爽，对伙伴很愿意付出，讲话很真诚，很有头脑的一位姐姐。我在她身上看到了自信、大方和勇敢做自己。她当初会接触到凯莉，只是太漂亮。大家应该都知道，空服员这个职业，工作的环境美女如云，她们相对的也非常重视自己的外在保养。她当初就只是因为看到 MMN 可以逆龄回春，凭着对推荐人的信任，且加上公司还没有在台湾落地，他不加思索就马上加入。刚开始单纯使用产品的消费者，对传直销一点都没有兴趣，甚至是这样的原因让他愿意开始慢慢了解公司的背景和他的商业模式，进而发现这里其实是一个翻转人生的绝佳好机会。也就因为彻底了解之后，发现它真的是一份利人又利己的事业，于是他开始跟身旁的好友大力分享。直销小白完全无经验的他，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也已经勇战升任四星董事，团队破百人，真的是非常的优秀。他即将要带来的分享很精彩哦，就让我们来听听他带来的商机以及五大理由介绍。我们有请欢迎静芳老师。Hello， 各位线上的凯莉伙伴、家人、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好，我是今天的主讲人静芳。那大家有听到我的声音吗？有听到。那今天很高兴呢，团队给我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做这个分享。那当初呢，就像我们主持人介绍的，我就是凭着简单相信，然后呢就加入了。当初吸引我的其实不只有产品，而是我听到那么关键的一句话，就是他在台湾还没有落地。那当时呢，其实我心里面还是排斥他的啊，但是因为我知道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没关系，我先加入了再说，加入了我可以慢慢再来做考虑。但是如果一旦我不加入，我把这个机会放掉了，再挽回可能都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呢，这个到今天为止呢，证实我当初做的决定是正确的。那今天各位呢，很幸运的可以在这里得到这个消息。那我也相信呢，各位在了解这家公司之后呢，你们也一定会爱上它。那现在呢，就由我来带着大家认识这个即将席卷全球的 Calorie Health。 那各位稍等我一下哈，我先分享一下我的画面。培馨有看到我的画面吗？有哈。好，那当我们接触一个新的平台，首先我们就是要了解到这家公司的背景，它的实力呢够不够坚强，它在这个领域是否有足够的经验，还有它的财务状况是不是够稳定，都是我们要评估的重点。那很多的直销公司呢，都是因为老板有钱，然后找几个合伙人，然后再 找个代工厂，就开启门来做生意。但是呢，这个经营的过程呢，很容易一发生问题呢，这个草草就把这个公司给收掉了，相对的对我们来讲非常的没有保障。那我们都希望呢，加入的这个平台呢，可以跟它天长地久，而不再只是曾经拥有。那我们这个等一下那我们 Calorie 这个凯莉的母公司呢，就是 For Excelsior，它是位在美国北美洛杉矶，占地15万平方英尺，
然后它是美国综合实力排名前五名的保健品生产厂家，它为 GNC、Costco、Whole Foods、Walmart 等等，还有李嘉诚这些直销公司等众多企业配方，并且加工生产。而且它光是帮这些代工厂做代工呢，年收入就高达4000万美金。好，而且它拥有十几项权威认证，在业界的口碑非常的良好。而且我们有自己的研发团队，不仅如此，我们还掌握了北美 NMN 60%以上的原料市场，从原料到研发到生产，真正实现产供销一条。那在2017年呢，这个李嘉诚先生呢，他赴美国考察，最后选定了我们这个 4E 公司来为他的抗衰老产品做研发生产。那当时候呢，这个产品呢也帮李嘉诚先生赚进了数十亿。那右边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我们的仓储还有我们的生产线，那这个是我们的科研博士团队。那能够被李嘉诚先生相中呢，这个实力绝对是不容小觑。那看到我们这个这么大的啊，这么雄厚背景的公司呢，这个背后运作的人是谁，我们一定要来认识他。那我们 4E 呢有两位创办人，第一位就是我们的林博士。那我们林博士呢是美国乔治亚理工学院天然高分子化学工程的博士，他在膳食营养补充剂这个行业呢累积了有20年的丰富经验，为全球众多品牌提供科研服务。那我们另外一位呢，就是我们的 Steve 总裁。那 Steve 总裁呢，他是主修这个计算机信息工程，他的专精呢就是在后台架设还有这个电脑运作这方面，要承接这些 Costco 啊 GNC 这些大厂的订单，还有这些客户资料呢绝对不容许出错，所以呢在这方面呢必须要非常的专精。那我们 Steve 总裁呢就是专精在这一块，好，也为我们凯利真正全打造了全球一张网。那这两位创办人呢在过去一直在帮人家做代工，所有的配方呢都只能按照对方的要求去做，总是觉得没有办法真正提供给消费者一个高性价比的产品。那在2019年呢，这两位呢就起心动念，觉得说既然我们有自己的原料，既然我们有自己的科研博士团队还有生产线，还有我们也可以打造这个全球的平台，那为什么我们不试着自己开家公司呢？那就在这个秉持着这个初心之下呢，我们凯利就这么诞生了，就在2020年底的就诞生了。那在2021呢，就是今年的一月开始在全球试运行。那这两位优秀的创始人呢所研发出来的产品呢绝对也是款款都是精品。那在认识我们的产品之前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 NMN。 好，那 NMN 最早呢就是由哈佛大学大卫辛克莱尔教授他所发现的，它是一种天然的我们人体细胞内天然的物质，它的全名呢就是贝塔烟酰胺苷核苷酸，它跟我们抗衰老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我们里面我们细胞里面有一个诺加因子，就是 NAD plus， 这个 NMN 呢就是 NAD plus 的前体。那我们随着年龄的老化呢，我们 NAD plus 呢会慢慢的减少，所以随之而来的呢就是疾病还有老化。所以呢补充这个 NMN 可以有效的修复我们生物体内的细胞，可以帮助我们延缓甚至是逆转衰老。那这位大卫辛克莱尔教授呢，他同时把这个理论发表在三本最具权威的杂志上面，分别就是 Cell、 Nature 跟 Science。 那同时呢他这个理论也得到8位诺贝尔奖的得主支持。那在2017年呢， NASA 也开始研究把这个 NMN 用在未来保护他们宇航员免受这个太空辐射的伤害，所以呢 NMN 将会是未来健康产业的一个新趋势。
那讲到 NMN 呢，一定要来介绍一下我们的第一款旗舰产品，就是我们凯利的旗舰产品，就是青春逆龄片。那我们这一款 SOD NMN 呢，不但有 NMN， 还加了这个 SOD。 那 SOD 是什么呢？SOD 的中文呢，就是超氧化物歧化酶，它是我们体内对抗自由基的第一道防线。那自由基呢，就是帮我们，就是导致我们老化疾病的元凶。那 SOD 呢，就可以适时的清除它们，帮我们逆龄，然后抗衰老。那过去呢，十几二十年前，日本的贵妇圈非常流行吃这个 SOD 来帮他们抵抗衰老，但是呢，那个时候的 SOD 呢，大部分都是从牛血或者是牛肉里面去萃取的，这个安全性就有待评估。那我们的 SOD 呢，是从大西洋深海2100米存活在464度高温的嗜热藻所提取出来的。那这个嗜热藻呢，不但耐高温，还耐酸耐碱，所以呢，它可以通过，它可以经过就是经得起我们胃酸跟胆碱的考验，可以直达到小肠去做吸收，帮助我们做吸收。那这个 SOD 呢，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深海软黄金，因为它的药价比黄金还要贵。那我们这一瓶呢，含有108000 IU 国际单位的 SOD， 可以有效的清除我们体内的自由基，帮助我们身体抗氧化、抗糖化、抗光化。那另外呢，我们这个市面上很多，大家可以看到 NMN 现在在平面媒体广告打得很凶，但是厂家没有告诉你的是他们是什么剂型的，而且每一个都标榜数千甚至数万的毫克数，但是 NMN 要怎么挑选呢？好，我们的 NMN 呢，是美国独家生物发酵法生产特级的纯贝塔型，那市面上很多呢都是阿尔法型，那阿尔法型是没有办法被我们人体吸收的，只有贝塔型可以。那看 NMN 呢，不是只有看它的毫克数，重点是要看它的纯度。那我们这支的纯度呢是 99.92%， 因为纯度每提高 0.1%， 我们的吸收率就会提高2到5倍。那我们这一瓶的 NMN 呢，是口腔含片，市售很多都是胶囊。那胶囊还有分肠溶型胶囊跟胃溶型胶囊，那一般为了节省成本，通常都是胃溶型胶囊，所以呢，到胃的时候呢，就已经被破坏了，能吸收到我们人体里面的呢就有限。那我们这个是口腔含片，透过我们口腔黏膜吸收，在15秒就可以快速的被我们身体细胞所吸收，就可以有效提升我们的 NAD Plus 水平。那我们这一瓶含有10800毫克的 NMN， 可以全面的激活人体7条长寿蛋白基因，效果仅次于静脉注射。而且我们这一瓶是全球唯一获得16项权威认证的，而且我们的售价真的是只有产供销一条的才能提供这么佛心的价格。那使用这一瓶呢，很多伙伴就讲它的皱纹都变少了，他甚至可以不用再去做医美了。所以呢，这一瓶对我们逆转我们的青春呢是非常有效果的。那这个纯度呢，可不是我们说了算，都是有证明的，这个就是我们三米实验室所出具的证明，证实我们的纯度是大于 99% 的。那接下来要介绍的呢，这支就是我们的 SOD 多矿免疫调节藻蓝益生菌。那如果你看到这个益生菌，你把它想成是平常你在吃的益生菌，那你真的就太小看它了。因为我们这支的益生菌内料非常的不简单，那这个里面呢，最主要的成分就是阿夸蜜里面的蓝色螺旋藻，它是从冰岛原生湖无污染的水域所去提取出来的，它有我们人体所需的72种维生素跟矿物质，还有 Omega 3跟 Omega 6，可以活化我们的干细胞，调和我们的免疫系统。那这个深海藻蓝蛋白呢，可以促进我们细胞活化，含有人体必需氨基酸，是一种高营养的蛋白质，可以提高我们的体能还有免疫功能。那另外呢，我们含有300亿株11种活性益生菌，
并且添加了益生元。那营养师有说过，菌种多会比菌数多来的重要，因为菌种多呢，才能够在我们体内起到保健的作用。那我们菌种高达11种，我们的菌数也是符合国际标准的300亿株数量。同时呢，我们里面还添加了这个维他命 D3， 那 D3 的分子呢比 D 还要小，生物利用率跟吸收代谢率也比 D 还要高。那什么人需要补充这个 D3 呢？其实每个人都需要，特别是成长中的小孩、孕妇，还有老年人，还有骨质疏松的啦，更年期的妇人，这些都需要补充。而且呢，在疫情期间，很多专家也说，每天补充这个 D3 啊，可以帮助我们对抗这个新冠病毒。但是呢，维他命 D3 呢，补充太多又有血钙的疑虑，所以呢，我们在这个里面又特别添加了维他命 K2。那这个 K2 呢，可以帮助我们平衡血液中的钙和磷，还有平衡我们肠胃道菌虫的生态。那除了这些成分之外呢，我们这支益生菌也添加了 SOD， 就是可以帮助我们清除肠道自由基。人家在讲的，肠道顾得好，你的人生就没烦恼。所以不要小看这个肠道保健，它可是跟我们的大脑，还有我们的情绪，还有我们全身器官的健康都有很大的关联。好，那这支益生菌呢，如果这些内料加一加，加起来在市面上没有上万块你是绝对买不到的，但是在我们凯利呢，我们老板只卖我们109块美金，真的是非常的佛心，而且只有产功效一条的才做得到。而且我们这个小小一包携带非常的方便，也不需要冰箱，而且我们有三重的包埋技术，可以让这些营养直达小肠，不会被胃酸破坏。那很多伙伴说吃了这个益生菌，他的鼻子也不再过敏了，因为早上起来呢，他的标准配比就是半包卫生纸，但是现在也都可以省掉了。那有的伙伴呢说他才吃了几天，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他的痘疤也变淡了，还有走起路来咔啦咔啦响，那个关节会痛的，现在也说他得到了缓解。所以你看，我们的益生菌真的是非常的厉害，这可不是普通的益生菌哦。那接下来呢，我们来介绍这个脑力健。通常一般我们想到补脑的产品，第一个会想到什么？就是银杏跟卵磷脂嘛。但是银杏跟卵磷脂呢，这个分子都太大了，它没有办法穿透我们的血脑屏障，所以呢能够吸收的有限。那我们这支脑力健呢，就是独特添加这个 αGPC。 那这个 αGPC 呢，就是我们脑中神经传导物质乙烯胆碱的前驱物。所以呢，那这个乙烯胆碱呢，因为随着我们的年龄，它的水平会慢慢下降，那下降之后呢，随之而来的就是记忆力减退或是一些脑部的疾病。所以适时的补充这个 αGPC 呢，可以提高这个乙烯胆碱的水平，而且这个 αGPC 可以穿透我们的血脑屏障。那这个血脑屏障又是什么呢？在我们的大脑外面有一层保护，它可以保护我们免受这个细菌跟病毒的侵扰，甚至呢，这个屏障连药物都很难穿透。但是这个 αGPC 因为它是小分子，所以它可以穿透它营养我们的大脑，可以帮助提升我们的学习和记忆能力，全方位的改善大脑功能，而且对这个自闭症、忧郁症、癫痫都有很显著的改善效果。很多伙伴说，这个家人啊，因为长辈用的这个 lifespan， 他的帕金森氏症还有这个阿兹海默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这个我们伙伴见证非常的多。那另外呢，我们这个还有添加的高纯度，就是 99.92% 的 NMN， 可以修复我们的脑细胞 DNA， 提升脑神经元 NAD Plus 的水平，还可以激活我们七种长寿蛋白基因。那另外呢，也添加了这个白藜芦醇、紫檀奇，还有 EGCG， 就是儿茶素，还有七黄素等等这些有机成分，提升这个协同作用，帮助清除我们脑部的自由基，然后保护脑神经元，对抗细胞衰老，预防老年痴呆都有非常好的效果。
那第四点呢，这个是所有爱美女性非常看重的，也有伙伴呢，因为吃的这个呢，一个月的体重呢，减少了3到5公斤。啊，这一点我也是特别的有感哈，为什么？因为这个脑力健呢，可以帮助我们燃烧脂肪，让我们的身体进入酮症状态。在大餐前呢，服用大餐前30分钟服用2粒脑力健跟1条益生菌，可以有效的抑制卡路里的吸收。我这个饭桶特别有感，因为我特别爱吃饭，特别爱吃高热量的食品，所以呢，要不是因为它呢，我可以跟大家说，现在坐在大家面前的就是虎背熊腰的庞然大物，所以我特别感谢有它，非常的好用。那接下来要介绍的呢，这个是我们独家在7月7号上市的 PQQ 清气片。这个清气片呢，真的是没有人可以跟它相抗衡。为什么没有一支可以跟它抗衡呢？我们博士就讲了，就算把原料专利给别人，别人也做不出来。因为没有技术，那我们这个清气片呢，是由镁来制氢。我们都知道，铅跟锌都可以制氢，但是呢，会有重金属排放的疑虑。那我们的镁呢，是国防等级的球形防爆镁。那镁同时也是我们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之一。镁可以帮助我们安定神经，可以助眠。那市面上呢，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制氢机，还有这些水漱杯，甚至我还要看到这个氢气胶囊。那这个制氢机跟水漱杯呢，它们制氢的过程呢是用质子交换，那这个质子交换呢会有重金属排放的疑虑，而且呢这个氢的浓度1公升还不到 3ppm，但是我们的氢气片1公升可以做到8到11的 ppm。因为我们有着全球的独家技术，我们的原位杂化四氢技术呢，可以让我们把这个氢气片放到水里面，2分钟就可以大量释放出这个氢气。那我们都知道，氢气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很容易就陶逸，所以呢，我们有这个微纳米气泡技术，用这些数百万的气泡呢，把它包覆住，让这个氢的活性可以长达4个小时。那我们这个镁呢，我们都知道，镁放在水里面很容易就爆炸，所以呢，我们那个当时候林博士在研究这支产品的时候呢，也炸掉了一个实验室。但是各位今天可以放心，因为我们有这个临界点厌氧防爆技术，让我们这个氢气片丢到水里面呢不会爆炸。那这4个技术呢，当时日本捧着重金要来跟我们林博士买这个专利，要把它买断。但是呢，我们博士说我们不卖，所以呢，这就是我们全球独家。那另外呢，这个我们亲戚呢还加了这个 PQQ，它这个 PQQ 呢，相传就是古代秦始皇在找的这个长生不老药。那它的免疫效果呢，比灵芝要高出8到10倍。那两者之间呢的协同作用，可以促进我们新线粒体的生成。另外呢，氢气有一个特性，它就是靶向清除自由基。所谓的靶向就是标靶，它只针对不好的自由基去做结合。我们最不好的自由基呢有2种，一个就是羟基自由基，另外一个就是过氧化亚硝酸离子。那这个氢呢，跟这2种最毒的、最具有伤害性的自由基做结合，就会形成水。那排出，借由我们的汗水跟尿液排出体外。所以没有任何的毒性，也没有副作用，所以呢，多位学者呢称它叫做最完美的抗氧化剂。那这个氢气呢，可以激活我们自体的排毒系统，所以呢，我们每天2杯就是帮我们的细胞洗洗澡，促进我们器官的新陈代谢，提高我们体内 SOD 水平。它可以穿透我们的血脑屏障，因为它的分子很小。可以让我们快速吸收，调节我们中枢神经跟系统活动，减少我们运动过后的乳酸堆积这些酸痛，还有缓解压力跟炎症反应。所以呢，这个 PQQ 呢，相当于呢，就是在帮我们打底，帮我们清除这些细胞里面的毒性。那在使用我们的保健产品之前呢，搭配上我们的氢气片，就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那我们这个亲记呢，亲记片呢，在九月，在今年的九月也得到了第三方机构的认证，就是符合了我们国际氢标准协会跟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的这个认证。所以呢，我们凯利现在有18项的国际权威认证，非常的安心有保障。那接下来我要介绍这个呢，这个是我们的贝塔型 NMN 6000，那这支呢就是单方的 NMN 哦，刚刚 SOD NMN 那个是复方，这支是单方，那一样这支是99.92% 纯贝塔型的。那跟各位分享一下哦，当初我的同事他介绍我一个日本药妆的网站，然后我就上去浏览，结果我一看，哎，就找到了跟我们这个同剂型的一样同纯度的 99.92 的，几乎是相似的，但是因为他们是胶囊，它的售价竟然高达一瓶哦，高达$2000。可是呢，我们的老板才卖我们$139，所以你看，只有产研销一体的才可以真的提供给我们高性价比的产品。你看这个价钱真的是非常的佛心。那我刚刚介绍的呢，这个产品呢，全部都收录在我们美国 PDI 药典里面。那 PDI 又是什么呢？ PDI 就是医师桌上的参考书，就是医生诊断完要开药的时候呢，他都会参考这本书。所以呢，可以收录在这个 PDI 药典里面的呢，相对的也就是很安全。那要进入这个 PDI 指南呢，必须要有三个条件。第一个就是你的产品必须要是真正有效，第二个是你要用制药级的标准来制造，第三个就是你的营养素必须要在45分钟之内就可以完全的被分解吸收。那我们PDI 药典里面呢 NMN 的，就是收录在 PDI 药典里面的 NMN 总共有7支，那我们的 NMN 就占了2支。那我们这支益生菌呢，是唯一一支收录在美国 PDI 药典里面的益生菌，所以我们的老板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一定要给他一个大大的掌声。那接下来呢，我们来介绍这个紫檀级焕活饮，这个是我们十月份刚上市的新品。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紫檀级里面呢有着什么丰富的内料。这个紫檀级里面呢，就是这个紫檀级呢是在抗氧化方面呢有着杰出的效果。那大量的研究表明，紫檀级对于癌症还有高血压高血脂的治疗都有一定的效果，它能够促进我们癌细胞的凋亡。不但如此，它在抑制癌细胞的转移方面呢也有这个独特的优势。那在健康方面呢，它可以帮助我们对抗癌细胞，照顾我们的心血管。那在皮肤方面呢，它可以帮助我们美白抗衰老。那它另外有一个名字叫做二代白藜芦醇，但是它跟白藜芦醇相比呢，它具有更好的生物利用度、代谢稳定性跟抗氧化活性，还有膜通透性。另外呢，我们这个紫檀级焕活饮里面呢还有葡聚糖，这个葡聚糖呢可以调节我们的机体免疫，改善我们的睡眠，还有缓解我们炎性反应。另外也加了这个 SOD， 我们刚刚已经介绍过了，它可以帮助我们清除自由基。那另外呢还有这个全能免疫包，这个全能免疫包里面呢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大家应该也很熟悉的，就是透明质酸。那透明质酸可能这个名字大家很陌生，但是其实它就是我们熟知的玻尿酸，所以爱美人士非常的适合。那另外一个呢，这个也是重点，就是有机的虾青素。那虾青素呢更是我们现在 3C 用眼过度的人所必备的，因为它对保护我们的眼睛呢具有良好的效果，非常快速而且良好的效果。那它具有抗氧化，还有激活我们 NRF2 通路。这个 NRF2 通路呢就是抑制癌化跟抗氧化的过程中，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作用。那缓解炎性反应，还有增强免疫跟缓解皮肤损伤等等的。那这个全能水果包呢里面有蓝莓、蔓越莓等等这些抗氧化的水果，真正来帮助我们抗氧化抗癌，还有提高我们的免疫力，保护我们的眼睛跟心血管。那我们凯利呢
全部的产品有获得18项国际权威认证，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那在里面呢，我们介绍一下比较特别的，就是第八项这个清真食品认证。这个清真食品认证呢，要取得非常的不容易，从原料到它的制程，所有一切都必须要符合伊斯兰教的法规，所以非常的严格。我们老板呢，也真的很有心，要致力于把这个产品让全世界的人都可以使用，因为我们全世界有四分之一的人口都是回教徒，所以呢，老板真的很用心哦。那另外呢，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反兴奋剂无违禁物质这个标章，这个呢就是 Informed Sports 跟 Informed Choice 这两个标章。那这个颁布这个标章的机构呢是 LGC， 那 LGC 最早是英国化学实验室，他专门在帮英国皇室成员检测这个他们所吃的保健食品是不是含有违禁物质。那后来呢，私有化成为一个公司，他也是最早奥委会指定合作的，他是专门为这些奥运选手检测这些运动员所吃的是不是含有违禁物质。那我们可以拿到这个标章呢，就可以证明说我们的产品是绝对安全的。那拿到这个认证呢，其实只是一个开始而已。怎么说是开始呢？因为呢，它在每个月会进行盲测。盲测的意思就是说，它在没有告诉你的情况之下，无预警的去做抽查，从通路上面买回，然后去做检测，会把这个检测结果呢公布在网络上面。一旦检测没有通过的话呢，你的全数产品都要下架，而且这个检测费用呢要由厂家自行吸收。所以拿到这个认证非常的不简单。那除了以上这些认证之外呢，我让各位看一下我们的包装。这个是我们的包装，这是玻璃瓶，而且我们这个是药品等级的玻璃瓶，是精油瓶，所以可以抗光抗氧化。那这个瓶盖上面呢还有这个防伪二维码，就是你在扫它的时候呢，要先把这个银色的部分先刮除，刮开了之后才能扫。那扫描出来呢，它会有这个批号，这个批号呢就相当于是这个这支产品的身份证，就是代表说你吃到的这个产品呢是真品，是 Made in USA， 就是从我们凯利出来的，没有不是仿冒品，也不是水货。所以呢，你看老板在这些小地方上面都非常的用心。那另外呢，我们的产品是全素食的，都是有机的，所以素食严格的素食使用者也可以放心的使用。那接下来呢，就是要介绍我们的制度。一家公司呢，除了有优势的产品还不够，还必须要有这个人性化的制度。那就是在我了解这个制度之后呢，完全消除了我的恐惧，因为过往我对这个传统营销就是抱持着一定要囤很多货，然后一定要花很多钱，然后每个月呢都是伤脑筋在拼这个业绩。但是在凯利呢，你可以放心，因为这些通通都不会发生。那我们凯利的制度呢，可以用三个数字来代表，就是210。那2代表什么意思呢？2就是说我们今天凯利是双轨制，那公司给你两个营运区，在这两个营运区里面呢，你可以拿到推荐奖、分销奖、对碰奖，还有管理奖跟钻石分红，还有另外一个无限代的拓展奖金。我们老板真的是非常的慷慨。那一呢，即使我们今天是双轨制，但是你如果只经营一个营运区，除了对碰奖金之外，其他的奖金一样都可以获得，而且还可以上钻石高聘。因为我们这边没有复杂的考核制度，我们上钻石呢完全就是看你团队的活跃人数。我们团队活跃人数只要达到500，今天就可以上钻石。所以呢，我们也是全世界钻石门槛最低的公司。那零呢，零就是这个最特别的，在外面你绝对看不到，因为只有凯利才有，世界上只有凯利才有这个矩阵福利奖。即便你今天在这里没有推荐半个人，你只是个很忠实的消费者，在这里你都可以拿到这个矩阵占位福利奖。
那这个福利奖呢，就是按照你的先来后到，系统帮你占位。那比你晚进来的人呢，都有机会排在你底下。那公司依照人数，每个月一个人给你$3，所以是不是越早加入越有利呢？对不对？那这个完全可以降低我们消费者的恐惧，在这里无负担的做分享。在这个零这个含义里面呢，就是花你平常该花的钱，但是赚你以往不可能会赚到的钱，因为没有一家公司会这样子每个月给你钱。那我们的里面的伙伴呢，每次两个礼拜啊，奖金发放的时候呢，你就会听到伙伴欢呼。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即便他们没有推荐半个人，但是呢，每个月公司都给他们这个矩阵福利奖。到现在呢，已经有很多伙伴每个月吃不用钱的产品，而且公司还送他钱，这个是千真万确的，只有凯莉，真的是只有凯莉才有哈。那一家公司呢，除了这些人性化的制度啊，跟优势的产品之外呢，重要的是他也要懂得回馈社会。那凯莉呢，不仅仅是一个网络营销平台，创始人秉持的长期主义、平衡共生的企业精神，遵循人无我有、人有我今的创新理念，打造未来凯莉商业帝国。而且他致力于社会公益，懂得回馈这个社会。那我们长期呢，致力于这个帮助这个联合国非洲儿童组织，还有这个无家可归的，还有这个弱势啊社区弱势群体，我们提供给他们膳食营养补充剂来照顾他们的健康，真正落实我们关爱、我们分享、我们帮助的精神。那当这些条件都具备了之后，我们有雄厚的平台实力，我们有独步全球的产品，我们有人性化的制度，我们有长远的未来。那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时机了。当一个商机出现的时候呢，只有 5% 的人知道，就是先知先觉者。所以各位今天坐在这里呢，都是先知先觉者，也就是领导未来财富潮流的一批人。那我们凯莉呢，今年一月才开始试运行，我们会员还不到6000个，所以按照未来1000万会员来计算的话呢，我们都是属于站在第一线的人员。那如果说十几年前的白藜芦醇创造了财富第六波，那么未来的十年呢， NMN 将会打造财富的第七波。关键的问题是，您站位了吗？站位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站位了，你才能跟它发生连结，它往后的好才会跟你有关系。那今天要怎么加入我们呢？我们有四种套组，就是从$499到$2999，中间还有1099跟2399，就是看自己的情况跟需求去做选择。那当然，如果情况允许的话呢，我们建议你一次到位购买2999的套组，因为这个是最划算的。我最喜欢买这个套组了啊，因为这个送新人礼券1000块之外呢，这个活跃期还长达12个月。也就是说，你这12个月里面呢，你只要尽情的使用你的产品，你不需要去做任何的回购，除非你的产品吃完了啊。那也可以享受到最高的待遇，就是我们的分销可以拿到10袋。我们的矩阵奖金也可以拿到16成，这是非常的划算哦。所以呢，接下来呢，如果有活动搭配活动的话呢，那更是不要错过了。那加入凯莉呢，除了可以得到上述那些好处之外呢，我们还有什么呢？各位可以来看一下哈，这接下来就是我们伙伴的见证分享。其实这个很明显都可以看得出来，这位伙伴呢，就是用了清气片跟益生菌，你看才3天的时间，他脸上的斑呢已经明显淡化了非常的多。那他的姐姐呢，也因为看到他有这样子的效果，马上就购买这个2999的套组入会，因为真的是太神奇了。那右边这个呢，也是我团队里面的伙伴，各位很明显的可以看到，这个年轻的很多，才用了14天的时间。所以呢，产品好不好呢，你的身体会告诉你，你的脸上会反映出来。那接下来呢，这个也是我伙伴的脚，这个就是主持人他姑姑的脚。那他姑姑呢，因为长期啊
这个因为免疫系统引起的，他的脚呢都会痒，然后会起水泡，怎么看都看不好，就只能用类固醇来控制。那在其他平台呢也花了很多钱，花了十几万，但是都没有得到良好的改善，都没有效果。一直到遇到我们凯莉，各位可以看到这个短短的时间才16天，半个月的时间，其实还不到半个月。为什么？因为他是8月11号收到才开始认真吃的。那这个伙伴呢，就是你看哦，他在8月18号的时候，他的脚底已经几乎快要痊愈了。那这个伙伴呢，他跟我们说，自从他收到这个紫檀起之后呢，他开始认真吃，他的脚现在可以说是完全痊愈了。所以呢，我们的产品真的是非常的厉害。那保健呢，不是要改变你原本美好的生活，而是预防你美好的生活被改变。就像旁边这个，我们谁也不希望我们老了以后呢，就什么事都不能做，只能躺在这个病床上。所以今日不养生，明日就要养医生。那大量的事实证明呢，在凯莉的投资会得到你健康的身体、年轻的外表、光滑细致的皮肤，还有源源不断的管道收入。投资健康就是未来最大的财富。那加入凯莉呢，你就会得到这些，你的付出在这里会得到超乎想象的回报。重点是要赶紧把握机会加入我们。那以上呢，就是我今天所做的分享。那我是今天的主讲人静芳，谢谢大家的聆听。那我现在就把麦克风交还给我们的主持人裴昕。好的， Hello. 那我们有听到吗？有。好，那我们谢谢静芳老师，他为我们带来的分享真的非常的充实，而且啊，内容是非常的清楚，有条有理，然后有说服力又大方自然。那各位朋友们，你们听了以上的内容，是否也有了更多的了解与收获呢？那大家呢，真的要好好把握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哦。如果说是第一次来到这边听线上说明会的朋友，会议内容当中有不了解的地方，会后也都非常欢迎再去询问带你们来的朋友，他们是一定会为您详细解说。那虽然我每次听了非常多次的线上会议内容，但每一次听都是觉得非常的有具吸引力。那其实会越听越有心得，越来越熟悉，以及有更有底气去跟别人分享。特别让我觉得很棒的是公司的210制度，因为团队当中真的已经有非常多人，即使是零推荐，但公司却送给他矩阵奖金。真的不得不说，公司真的非常大气哦，矩阵奖金目前也是世界上的唯一，当然其他7项的奖金更是非常可观了。再来就是我们的产品优势的独特性，人无我有，人有我精，以及公司的理念长期主义平衡共生，确确实实的也能够照顾到消费者。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进场的时机，进而能够在健康这个平台找到最新的商机，深深的觉得能够成为那 0.06% 的先知先觉者是多么的幸运。我们能够在这一生遇到这一次难得可贵的机会，有办法在这么早的时间就走在潮流的趋势上，让我们拥有健康美丽，同时能够有更多的收入，真的是一个很棒的礼物和祝福。在这边只要你肯跟着大家的脚步，愿意相信，就一定可以做得到。我们再次谢谢他这么用心又专业的为我们讲解以上的内容。